啱路嘅。玩个魔术俾你睇啊！你 check 面咯。系啦，呢个就系呢个你俾我嘅戒指啊！但係真係我買過呢個，多謝。因為我頭先表演俾我嗰個女仔睇，佢唔係好順意我表演多次，我再嚟一次。OK， check， 好普通嘅一條鏈。而呢個戒指咧，就係我哋呢個美麗嘅 Crystal 為咗我哋呢部戲買嘅。是他親手買的，是吧？好的，這條鏈看清楚，我這手你好，是一個成功的，會解開的，不是一個成功的。迷底不會解開的，暫時不會了。OK。